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盛淳。这阵子持续炎热的天气，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在小心防晒呢？建议大家不妨多补充水分，可以预防中暑哦。让我们来看看之前又举办了哪些活动吧。比嘉艾未所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剧情即将要进入最后的高潮阶段，一定要记得收看哦。由比嘉艾未所演出的连续剧《魔女裁判》剧情即将迈入最后的尾声，也趁这个难得的机会举办了和影迷们一起倒数的特别活动。知念李奈即将连续参加两部歌舞剧的精彩演出。知念李奈即将演出于七月开幕的舞台剧《Dance of Vampire》，和即将在十月展开公演的《Les Miserables》两部话题的作品。The Pump 和三浦大知一同参加了盛大的音乐祭典。The Pump 和三浦大知一同出席了集结许多海外的豪华歌手们的音乐盛会 BMO Music Fest 09，借由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也一起合作带来了精彩的演出。Max 的新歌即将成为最新连续剧的主题曲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于六月开始播出的最新连续剧《カリユシ先生七八日》举行的制作发表会 ，Max 也受邀出席参加。古村奈南受邀参加了在海边所举行的 live 演唱会。在夏天的豆子海岸边，连续几天举办了 Odotama Sea Studio 的 live 演唱会。古村奈南也受邀参加，带来了精彩的演出。大谷林举行了写真集的宣传发行活动。大谷林首次的写真集已经发行喽，同时发行的 DVD 也预计会举办宣传活动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哦。接着是这个月即将会举办的活动 ，Wings 的夏季巡回演唱会已经开始喽。在七月四号由横滨出发的 Wings 全国巡回 Live 演唱会，详细的日程表请到官方网站中查询确认。山浦大知举行了 One Man Life。在五月的 One Man Life 之后，相隔了两个月，山浦大知又在东京、大阪两地举行了 Uncle 的最佳公演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月会有哪些专辑即将发行。健本辉即将发行个人 DVD， 精彩的内容不要错过喽。在冲绳拍摄的首张 DVD 里，除了有精彩的内容之外，还有特别礼物的特点哦，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。七月即将会发行许多精彩的专辑跟单曲，不要错过喽。好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 Vision Headline 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次更精彩的内容吧。我是盛淳，拜拜。